对，父亲，啊，父亲们啊，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人说父是亲的。是家里头一座大山哈，家里头一棵树，一座山，这个背后的这个脊梁挺直挺不直，就看全看这个父亲了，是吧？所以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啊，我们有母亲节，也有父亲节啊。这个父母对孩子的这个爱是无与伦比的。好的，那么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欢乐大家唱。首先，第一位还是请出我们的钢霞大姐啊，钢霞大姐是我们的老朋友、老唱将了啊。今天呢，为我们带来的是一首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啊。应该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是一首中音歌曲，是吧？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钢霞大姐的那个声音和她的气息也都是非常出色、非常好的啊，请大家欣赏。哎，有请钢霞大姐为大家演唱。好的，谢谢。谢谢高霞大姐的精彩演唱，我们这个欢乐唱呢，就以高霞大姐的精彩演唱拉开了我们的序幕，非常高兴，再次欢迎大家的光临，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么，明天是我们的父亲节，我们也再一次的祝我们群里的各位父亲们节日快乐，永远健康快乐，谢谢。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出金刚老师为我们播放美娃为我们带来的一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来，有请管老师播放，谢谢。好的，谢谢。
金刚老师为我们这么辛苦的来播放各种视频各种音乐，也感谢美娃先生带给我们美妙的歌声，非常感谢。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来听一首由丹
这位先生为我们带来的一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很凑巧啊，这个前面三个接龙的歌曲都是歌唱草原的。看来这个大草原，广阔的大草原，这个不管他的这个歌曲还是他这个，都是我向往，非常向往，是吧？有请，好，有请演唱。草原绿地，蓝天白云，一幅多么美妙的画卷，是吧？哈，哎呀，真的是，很向往这种，纵马人生快意的日子哈。可惜，真的，我觉得老胳膊老腿了啊，就是去到草原，恐怕也不敢去纵横叱咤这个草原了，是吧？哈，哎，只好寄希望于什么时候穿越一回吧。谢谢谢谢，好，那么听完了这首磅礴大气的草原的这个民歌啊，草原的歌曲以后，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欣赏一首由Sophie 带给了我们一首尤克里里的弹唱《暖暖》。我们曾经有幸啊听过他来为我们演弹唱的这几首，弹唱过几次啊，我觉得都是非常清新的民谣啊，校园歌曲啊，一边弹一边唱，哎呀，非常温馨，非常清新。好，有请 Sophie，有请，您在吗？在，谢谢于姐介绍我，谢谢，Hello，又跟大家见面啦。周末欢乐唱，我们一起来，先祝群里的各位，父亲节快乐啊。然后呢，今天这首歌其实就是送给我们的父亲的，因为我们说就是母亲伟大，但是呢，其实父爱如山。它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就是很暖暖的感觉，但是呢，它又不是那种就是像母爱那种，就是很明亮，就是很温暖。它会是那种就是来自内心的一种暖流，就是它会无声无息的，
就会是种感觉，你是很一种温暖的依靠。所以说今天我觉得这首歌希望能够就是送给各位父亲，让他们觉得心里面也暖暖的。谢谢，爱一个人就是希望他能过得更好，真的是这首歌曲听得我们暖暖的，是吧哈，给人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感谢感谢感谢 Sophie 我们带来这首非常清新一首暖暖。好，谢谢。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出我们的老朋友肖庆富大哥啊。今天肖大哥为我们带来的是一首北江美，有请肖大哥。一首北江美，
笑微微，悲伤的水晶，悲伤的人儿美，酒杯醉人人已醉，谁在那里碗里吹，吹得晚霞随着云儿飞，悲伤的渔火，悲伤的心最美，叫船歌声在飘飞，唱下夜悲伤的美，唱的心人流泪不言归，悲伤的渔火，谢谢。啊，非常感谢谢大哥的演唱。谢大哥是唱歌唱戏啊，都能唱，小调大歌大曲都可以，非常精彩，非常好听。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高霞大姐再次为我们带来一首《绒花》。哎，高霞大姐您在吗？哎，高霞大姐，该您了。您的声音没有打开，高霞大姐。好嘞，打开了。哎，又关上了。又关上了。好嘞，打开了。哎呀，我昨天让那个大鱼给浇着了，非常非常不舒服。昨天晚上下雨下那会儿下很大，我也是被淋了一下，那会儿正好是在市区演出回来，有个活动回来。哦，嗯，好，我就今天凑合。哎，请你唱。不好意思，不支持咱俩凑个人数。
哟，这怎么这样？这弄不好了。世上有多美丽的花，那是青春不风华。成长英国在户口，你鲜血染红袍。谢谢，哎，非常感谢，唱的非常好听，非常好听，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虽然他被大雨淋了一下，丝毫不影响您的声音，感冒了，反正还是要注意，哎，我们这个年纪，我觉得虽然称您大姐，我也不敢说我们这个年纪啊，但是确实是，我上点年纪，像我们这个还是要特别注意，是吧？哈。经不得病了，真的是一点点的小病就扛不住了，不像过去年轻的时候，所以要特别注意身体。各位也是，身体我觉得是，说是过去我们讲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现在我们讲身体是一切的本钱，真的是没有身体任何东西都不存在，所以一定要保重身体。好，谢谢高霞大姐的精彩演唱。好，那么接下来呢，非常甜美，非常甜美，哎，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出我们这位丹，他带来的好像都是非常经典的老歌，刚才唱的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会儿呢为我们献唱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也是很久没有听了啊，我爱祖国的蓝天，有请演唱。在祖国的蓝天，星空万里，阳光灿烂，白云为我铺开。朋友，为你相见。
情，有的是一念之秋和山。啊啊啊啊啊啊海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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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海茫茫，一望无边，春雷为我浇灌。风草原，大地间。仿佛大兴的彩，阴间的彩云顺利开船。齐兵海大齐兵海潮涌，总会心愿海深。中国的海天，你唱过大西的海，你记得雄鹰顺利开船。谢谢，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啊，最后一句唱出了我们那个气势啊，军人雄壮强壮的气势在最后一句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谢谢您，谢谢。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出这位雅歌 Richard 啊，他为我们带来的是一首多情的土地，有请。站太高，坐着吧，站起来比较好一点。好，有请演唱。好啊，我就不用伴奏乐了，给大家清唱啊。Hello,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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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ttle, little, me,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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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o, la, la,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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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i, lui,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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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o, so, la, so, me, me,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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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o, la, lui,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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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la, so, me, me, lui,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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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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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fa, la.So,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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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la, si. 对不起。So,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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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la, si. So, la, so, la, do, mi. So, la, so, so, la, mi.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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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le, do, le, mi, mi, le, mi, la. Do, le, la, do, le, do, la.Sol la mi le mi la， 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我踏过的路金山，阵阵花香飘逸。我耕一个的田野上，
一层层金黄翅绿，我怎能离开这河茶山间？这河茶山江花望我拥抱，妈妈的身躯，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我时时的细寻着大地母亲的弱智，我天天的接受着你的疼爱情意，我轻轻走过这山路小溪，这山路小斜，我捧起黝黑的家乡泥土，仿佛捧起丁香和西荠，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多情的土地，土地，土地。谢谢大家，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大家可以听到哈，我们的这位先生哈、啊，不仅唱歌词、歌谱啊，这个是很难得的。我觉得我们很多，包括我在内啊，我觉得可能有些歌我会唱，但你真让我唱歌谱，我就未必能唱得那么好。我觉得我们这位先生啊，歌谱唱得也很好，而且大家看到他的表情非常丰富，是吧？啊，哎，丰富多彩的啊，那整个让你声情并茂，全部投入在里面，非常的精彩，演绎的非常精彩，非常好啊！非常感谢，感谢您的参与，也欢迎您经常参加咱们的活动，为咱们的这个欢乐唱添光加彩，非常感谢，谢谢，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美娃先生，还是麻烦金刚老师为我们放视频。他为大家带来的第二支歌，第二首歌是《梅花泪》。好，有请金刚老师播放，谢谢。谢谢。有雪花飞，何年你的歌坠了那枝梅，白雪飘红泪滴的寒香为谁坠，红颜拂流水，片片花骨也成泪。谁说梅花没有泪，只是冰雪还未寒透梅花泪。谁说梅花没有泪，只因等你一度寒来望春归。
月花飞，你的歌为了那枝梅，白雪飘红泪滴滴寒香被你吹，红拂流水片片划过云层，谁说梅花没有泪，只是冰雪还未寒透梅花蕊，说梅花没有泪，只因等你几度寒来望春归，谁说梅花没有泪，只是冰雪还未寒透梅花，到满山春又红，红颜花前不忘此生梦一回，红颜花前不忘此生先生精彩的演唱。好，刚才还说到我们的萧庆福萧大哥，我说他既能唱歌又能唱戏，这就来了啊，一首说唱脸谱，我就记得，因为我对这个歌还是比较有印象的，因为他有本身有京剧花脸，花脸的一些唱腔的东西。好的，那么让我们欢迎萧庆福大哥为我们带来一首，应该是说唱脸谱吧，是还是就是唱脸谱，是两个不同的歌吗？还是一支歌同一首歌少写了一个字呢？我记得这首歌叫说唱脸谱，叫唱脸谱，唱脸谱，唱脸谱。好的，啊，有请，有请演唱。我看看啊，
赐我的鲜花，赐我光芒，金色的魔鬼都夜藏，金色的猴王，金色的妖怪，灰色的精灵，摇啊啊啊外国人马拉西西叫做黑金奥帕，没见过那无色的犹太人往脸上画，自己头一亮亮，美极了，妙极了，简直 OK 比我光。即使充电，哎呀，这怎么回事？一幅幅鲜明的鸳鸯画，一群群生动的活菩萨，一匹匹狗娘，一点点疙瘩，一张张脸孔，一家家。谢谢一首非常经典的啊，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啊，因为有歌有戏，沾点戏边的我都喜欢啊。谢谢谢谢啊。OK，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啊，我们的范，亮相隆重登场。今天呢，为我们演唱的第一首歌是《千年之约》，有请范。谢谢李岩老师，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看到一些老朋友特别高兴，我还看到叶子的父亲了，叶老先生。对，今天叶老先生上了，一会儿要请他为我们唱歌。对呀，对呀。好，我不耽误大家时间哈，我来一首韩红的《千年之约》。伴奏声音还是好小，伴奏声音好小。哦，是吗？我再看一下 Zoom 哈，很奇怪这个 Zoom。等一下，这次都是我把声音开大点，我声音已经是人的声音很大，人的声音很大。我的 laptop 已经都是最大声音了，就不知道从上次以后是不是就有问题了。都是最大了 ，OK， 就这样吧，不知道了。就上次那个 Zoom 出现以后问题，好像没事，下面再调整啊，下面再调整吧，就这样了。来，哦，我重新来一下哦，我把这个那个什么关一下。
韩红的歌不好唱，可我爱喜欢他的歌，我也不管。好听，好听，好听。哎，你后来的这个音乐还是蛮大的了，后来声音挺好的了，音乐声音啊，是吗？前头不行，不知道为什么，刚开始时候不行，后面就挺好的了。可能自己 K 歌，他自己本身的原因。可能可能。哎，看到我们好几位老朋友上线了啊，而且我们的南飞燕大姐也回来了，哈哈，特别高兴啊！我们的主心骨啊，欢乐唱的主心骨，这是。好的，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出我们的葫芦丝演奏家，哈哈，我们的陈照，今天为我们演奏一曲《青青玉湖水》。哎，有请欣赏，大家非常好听的啊。优美动听的葫芦丝演奏，请欣赏。谢谢大家。Thank you.
谢谢谢谢，非常好听。谢谢大家。谢谢。好，那么谢谢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出我们的Eva， Eva 呢今天为我们演唱一首英文歌曲啊，一首我们在学唱英文歌里哈，我们这个课堂里头学唱的一首 Over the Rainbow， 好像一中文的意思应该是跨越彩虹是吧。哎，好，有请，你的声音可以打开，你声音打开了吗？没有打开，还没有打开，没有打开，还没有打开，还是小话筒在那儿静止着呢。没打开呢，没有打开。怎么回事？还是没有打开，怎么回事呢？那您调试一下您的设备，艾娃，好吧。我们先请下一位，你调试一下你自己的设备。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出范，哎，我们的老朋友了，刚才听到他唱的千年之约了啊，很好听的一首韩红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呢，这一首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应该是一首爱情歌曲，我觉得是不是，叫我如何不想他，是吧。这是一首经典歌曲，这是我们班老师教的，但是老师只教了一首，那个教了前半部分，我就分享给大家，也是老师要求我们练嘛，我就周末到咱们这儿练他教过的歌。这是一个经典的，我这个典故我也忘了哈，反正老师教我们的时候都给我们讲过。只唱个前半部分。好的，请欣赏。口型不能按老师要求的那样做。那个他字，我们老师净教我们这种难唱的歌曲，要经常来练来唱。刚才看到聊天窗口啊，一个是艾娃家的网络出现点问题，所以他的那个现在打不开，所以很可惜啊。您再研究研究，看看有机会，我们来日方长啊，你研究研究。另外还有一位朋友问，现在接龙到多少号了？那么我们接龙呢，其实现在截止到这会儿，我们接龙的歌已经全部结束了。那么下面呢，应该就是大家自由发挥的一个时间。看到我们群里有好几位啊，熟悉的这个大家啊都来了哈，老朋友都来了。那么首先呢，让我隆重请出我们的叶老。叶老在哈，声音已经打开了。对，叶老已经90多的高龄了啊，我就特别佩服叶老的这个精神状态、心态，哎呀，我特别佩服。90多岁高龄了，你看那个声音啊，那个气息，哎，拉手风琴，有时候自拉自唱啊，
真的是特别好。今天明天又是父亲节呢，那么在这里呢，代表华人志愿服务中心，代表我们欢乐唱这个整个的朋友，也代表我自己，再一次的祝您父亲节快乐，祝您永远健康快乐长寿。好，今天呢，很高兴您来参加咱们的活动。请问叶老，您准备为我们唱一首什么歌曲呢？父亲。父亲，哎呀，太好了，非常应景的一首歌曲，是吧？哈，我就很想唱一首，我说今天父亲节呢，想着唱一首什么父亲歌，我就没找到特别应景的。好，那我们现在就请叶老为我们演唱这一首《父亲》，也为所有在座的，为全天下的父亲。好嘞，有请。啊，大家好。好久没有参加我们欢乐唱唱歌，明天是6月20号父亲节，刚才李老师说了，那么我呢也是借着这个平台，虽然我的年纪91岁了，我嘴型又没有练声，所以唱的这个嗓子不够好，请大家原谅啊。那么首先我借这个平台说一下，这个明天是父亲节，那么我就祝我们全天下的父亲节日快乐，健康长寿啊。下面我就来献唱一首父亲，刘和刚唱的那个啊，下面钢琴伴奏啊。有一点情况啊，请等一下。哎，音乐没有声音了啊？没有音乐，没听到有音乐的声音。哦，那我再来。没有准备好。没有关系啦。对不起。但是我知道，但是您是把咱们这个录制咱们节目的这个视频给按着了，您是按到这个键的，所以您没有按到您的那个音乐的那个键。我开始都试了一下，可以，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再听一下。还是不行。还是没有。您是要清唱呢，还是再研究研究再唱？现在没有声音，您说话就听不到声音了，已经。您声音又关了。好，那我们先换别的朋友演唱，好吧？我们一会儿再请叶老再演唱。我刚才已经看到我们有举手的了。OK， 我们有一位朋友啊，我打开您的，哎，这位朋友跑哪儿去了？刚才还在呢。他是罗 L U O。对，是我看到他来着，他。哎，对，我刚才举手了。对，哎，好了，已经打开声音了。OK。好的，哦，那我现在唱吗？好的，可以，没问题。我唱个《纺织姑娘》，好吧？好的，好的，哎，请演唱，我们大家欣赏我们这位带来的《纺织姑娘》啊，来，有请。在那矮小的屋里。闪着光，年轻的纺织姑娘坐在床头旁。年轻的纺织姑娘坐在床头旁，她年轻又美丽。
两三彩，金银黄色的鞭子吹在天上，金银黄色的鞭子吹在天上。谢谢，非常好听啊，我觉得唱的也非常好，是吧哈，一听应该是学过的，嗯，非常好听，一首纺织姑娘。哎，艾玛怎么样，你的那个设备整好了吗？那话筒还是打不开是吗？ OK， 那就没有办法了。 OK， 好的，叶老先生，叶老您好了吗？您呢？您把声音打开，您的声音没打开，好了吗？您的声音没有打开，叶老。好了。好的，好的，好的。好，好，让我再说一句没有刚才说完的话。祝大家父亲节快乐，父亲节。Happy Father's Day。好，下面开始了。好，谢谢，也祝您父亲节快乐。想想你的背影，我感到了坚硬。抚摸你的双手，我摸到了决心。不知不觉间，不声不响，你眼角上添了皱纹。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人间的甘甜有三分，你只尝了三分。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眼求你呀，小辈子还做我的父亲。听听
听听你的低音祝我接过了指令的心，因为你的目光我看到了爱心，有老有小，你手里捧着孝顺，再苦再累你脸上挂着温馨，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生活的苦子有三分，你却吃了十分，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眼求你呀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我生活的苦楚有三分，你求吃了十分，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眼求你呀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我的老父亲。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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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老的精彩演唱，再次祝您父亲节快乐，希望您健康长寿，谢谢。谢谢。好的， OK， 那我们接龙的已经唱完了，刚才说这个您是刚才唱过举下去举了手没有消下去呢，还是又举手了呢？这位楼是吧？我又举手了，李老师。啊，又举手了。好的，我是这样，我想到一首歌，是六一儿童节的时候，那个我们群里边，一个群友把它填词重新改编的，为我们是新一代的老年人，我觉得他改编的特别好，我想送给大家，可以吗？可以的，可以的，您请演唱。现在排队到了吗？没问题，我们现在目前是在自由演唱时间，举手的我们就可以首先。好的，那我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好的好的。谢谢，刚才是哪一位给我点赞的？这首歌很有气势。Thank you.
载歌载舞，人有精神，群起祖国，一起扬声，齐扬文学，焕发精神。齐扬文学，焕发精神，齐扬文学。唱完了，这首歌挺有意思。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感谢精彩演唱，非常感谢。六爷是的，从各个方面讲述了目前进入老年状态的这些老年人应该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态度，是吧？哈，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态？生活的真的是，没错没错，是这样是这样。确实是。叶老跟我是一个教会里边，我们都在教会的唱诗班里，他可能好久没过来了，认不清楚了。好嘞，谢谢谢谢谢谢您的精彩演唱。好嘞，谢谢。我的声音怎么也关上了哈？谢谢。OK， 非常感谢。好，那么明天是父亲节，我也是在考虑，我说要唱一首什么，一段什么戏，或者一首什么歌比较适合应景的歌曲，应景的戏曲，找了半天哈，也没找到特别合适的。勉强找了一首，找了一首我们河南豫剧啊，为大家献上啊。这个我们这个河南豫剧剧名是很符合这个景啊。叫做我爱我爹，他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父亲呢，就是他妈妈从小的很早就死了，这个父亲一把手哈，把两个儿子带大了，这是父亲会拿弦子，白天拿弦儿去挣钱养活孩子，晚上又得当爹当妈的给缝衣服什么的啊，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了，然后这个大儿子特别有钱，然后就把儿子把爸爸带到哥家里养老去了。但是他不理解老年人，他就觉得我给你好吃好喝，你不要再出去拉弦去了，丢人啊！你要在家好吃好喝，给你营养，给你什么科学，你就像笼子里的鸟一样圈起来那种感觉。这个爸爸就感觉特别不适应，他就认为我也有我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吧？哈，所以说这个整个一个就是反映这个爸爸就去他老婆这叫坟前哭坟，跟他老婆哭诉，是吧？哈，一些这是这么一段，这个就是表现，就是说这个老人的这个精神文化生活跟他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是同样的重要。这个提出了一个这个子女如何能够理解老人，这个赡养老人这么一个社会问题，这么一段唱啊，献给也是刚学的啊，为了应景，昨天赶快学一学，献给各位。我们听一听啊，多多指教。OK。赵铁仙未曾开口热泪滴呀，哭了声孩儿他娘，我那狠心的妻，往日里来看你全是报喜，今日里我可呀气呀，
水平的来专业水平啊，前面咱们也是专业水平啊。李老师卖票卖票卖票，把眼泪都唱出来了，真是李岩老师，哎，真的是非常的，就算是在这个场合你都唱的这么敬业这么专业，感动，对的，感动，谢谢谢谢谢谢。哎，我觉得叶子老师是特别幸福的啊，你看啊，
老妈守在身边，老爸这个经常的哈、啊，会我跟我们同台来演唱，是吧？哈，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幸福。你看，像现在这个父亲节吧，哈，能够当时就跟父亲献唱一首，或者父女两个同台演唱，真的是特别幸福的一个事情，是吧？哈，哎，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吕老师每次都是那么啊啊，怎么说？热情万丈。热情万丈，这很要紧啊！你这个主持人这么给力，那唱歌的肯定就也带起来了。谢谢谢谢。呀，燕子老师，您给我们唱个什么？今天准备？我本来想唱一个《爱江山更爱美人》，但是我觉得我看到我老爸在上面，还是唱一首《感恩》吧。比较应景一些啊、献给所有的父亲，祝大家就是说是。把爱和我们的快乐和父亲一起分享。好的，感恩钟丽艳的感恩。好，一首感恩叶老师啊，一首感恩叶子老师的，献给各位，特别是献给我们的叶老，我们的老父亲。感恩美的水，它把我滋养；感恩每一枝花，带给我芳香；感恩每一朵白云，编织我梦想；感恩美丽阳光，托起我希望。感恩父母给予我生命，感恩老师教会我成长，感恩帮我的人啊，使我感受善良，感恩伤害我的人，让我学会坚强，学会坚强。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感恩的世界和谐美丽。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感恩的世界有我有你，有我有你。感恩父母给予我生命，祝父亲节所有的父亲快乐长寿。感恩父母给予我生命，感恩老师教会我成长，感恩帮我的人啊，使我感受善良，感恩伤害我的人，让我学会坚强。学会坚强，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感恩的世界和谐美丽，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谢。唱的真好，真好，真好。谢谢。哎，这个叶子老师啊，真的是能歌善舞啊，真的是多才多艺。那不仅英文歌啊，再教我们唱英文歌，英文歌唱得好，中文歌曲唱得好，戏也唱得好啊。哎呀，这话怎么说？上次唱的《城隍庙》，哎，真的是那个上海小女人那个小资那个感觉、啊，拿得谢谢谢谢鼓励，谢谢鼓励，特别好，真的是不仅唱得好，也是真的是唱出了我们的心声啊，感恩父母，尤其是我觉得我刚才就说了，特别幸福，能够当面啊。虽然说线上，当面跟父亲道一声感恩，真的是很难得。想想我的老父亲已经也不在都20年了，真的是想起也是要落泪。好嘞，谢谢谢谢、谢谢爸爸，谢谢爸爸给我生命，谢谢爸爸给我教我唱歌，让我和大家分享。谢谢，你看我老爸精神十足，这是对我最大的安慰。谢谢谢谢谢谢。91岁高龄了，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的。对对对对，我觉得父母健康，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儿女最大的幸福，是吧？哈，是的是的。我在中国爬长城都爬不过他呀，我在中国爬长城，我还在后面被他甩掉。我来分享一下我父亲的故事啊。我爸96了，但是他老年痴呆了。但是就是这么个老年痴呆哈，我前年回去，因为我就去年没回成，我每年都回哈。他们吃饭的时候哈，他能敲着桌子唱着秦腔，唱歌他还能唱。老年痴呆他不认识我了，因为96了。所以呀、我就说啊，大家一定要唱歌，唱歌呢其实呢对人身健康是很好的。我爸爸就是除了老年痴呆，身体真的还没有什么别的毛病，挺好的。所以他还秦腔，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爱看秦腔，带着我们就去看。陕西人啊，我们西安人嘛。西安秦腔，对对对。西安秦腔，对，陕西的，我是西安的，西安长大的。西安有个秦腔艺俗社，从小跟着他去看戏。当然我不太喜欢秦腔，秦腔是吼。秦腔里头的技术、不同的婉婉腔呀，蜜虎还行。对对，本身秦腔那个吼的我刺耳，但我爸特喜欢。有机会一会儿我给您唱一段秦腔，我觉得挺好。好好好好，哇，太棒了！我也试图想学，以后学一段来分享给大家。好，我不多说了，我现在最近我都不敢唱关于父母的歌。我母亲从3月份到现在还在住院，昏迷不醒。我爸在家里边老年痴呆，他不知道我妈去了哪里，所以很难过的，我也回不去。我不多说了，说的我一会儿要掉眼泪了。好，谢谢大家。看到我们的湖南妹子周玲上来了。来，我把声音打开。我知道我们的周爸爸也是能很能唱唱歌啊，唱湖南花鼓戏啊，我还有幸跟我们的周爸爸一起唱过湖南花鼓戏。但是我爸现在因为他要种那个种植牙，唱歌不是很方便。OK， 我看了想明天是父亲节，也来想唱一首那个父亲的歌。好的，好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好的，好的，有请我们的湖南妹子啊，我们的湘妹子，周玲。唱上一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献给在座的父亲和他的父亲。哎，有请。对对，为所有的父亲，刚学的，刚学的。对，没关系，来。Hello to sing. Bluetooth mode paired. Bye bye to sing. 听得见吗？听得见，听得见，好像音乐声音小点。重新搞，它不走动了。等一会儿。等会等会，这是录的，怎么样？好了，
情憧憬，心拥超远的清香，让它在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忘。母亲钟爱描摹那大河浩荡，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乡。如今终于见到辽阔大地，站在风草原上，我泪落如雨。我睡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我找到回家的路。啊嘿，父亲的草原，啊嘿，母亲的河，虽然已经不能用，不能用母语来诉说。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请你用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所有的父亲们节日快乐，明年父亲节。给父亲献上一首歌，也给我爸爸了献上一首歌。我爸今年81岁了。啊啊嘿，母亲的河，虽然哎呀都漏了，讲话都。虽然已经不能用，不能用母语来诉说，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请你用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心里有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母亲的河。谢谢，谢谢大家，非常好听，很好听。谢谢谢谢谢谢周玲这么甜美的歌声，谢谢。好，谢谢谢谢大家。于老师，哎，于老师，我想献给叶子老师一首葫芦丝，因为叶子老师是大家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他还教我唱歌。我现在想给他刚才没有听到我的葫芦丝。好的，好吗？
叶子老师，你在吗？我在，我带线。我要给你吹一首葫芦丝曲。好，你想听哪一首？你想听卷珠帘，你还要是听梦中的额吉，你要听哪一首？梦中的额吉好听哎。那好吧，那我就追这个了。谢谢。嗯，少出一段。大家，我刚才少吹，谢谢。赵晨，你这个葫芦丝吹了多久了？吹得这么好？一年多吧，也就是疫情，我是，就是那个2000年回中国去买的这个葫芦丝，回来就搞上疫情了，就在家练习了。哎呦，那你好厉害呀！乐器不好搞，不像唱歌之气，那个气呀、啊、和声音啊、哎、那么好控制。不是，唱歌得有天才，我都练半天练不好。葫芦丝好像觉得还容易点儿呢。不错不错，向你致敬，向你致敬。赵晨老师，我每次都想老师说一下你的这个发型，我有的时候也想学你这两个扎一个，这个挺有意思，也下两个葫芦。
啊，你说什么？我有的时候觉得你的发型挺好玩的，我有的时候哎呀，是我的发型啊，我是烫的头，都一年多了也没烫了，都长长的了，都到这儿了，上面平平的了，我就把它弄起来了，就是弄一个掐子掐起来的，我要放下来，项目都是平平的了。啊，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就是为了给你吹这首，刚才我都吹一首了，后来你没来呀，一直我要给你吹，啊，好，谢谢，感恩。收到，哎，谢谢，谢谢你教我唱歌。哎，谢谢，谢谢，谢谢，赵哲。好嘞，怎么样？还有哪一位自告奋勇的再为我们演唱？那没有的话，我先接上，你们大家选啊。哎，下一步来唱。饭跑哪儿去了？刚才说给他唱一段秦腔。好的，那下面单我们准备啊。好的。那我就给大家献上一段秦腔，是瞎学，因为我就是喜欢戏，所以我觉得戏各种戏都有好听的，都特别好听，各有它的韵味，我就是每个戏喜欢的就学一段。好，那么我也就是学了一段秦腔，所以刚才说吼的，其实它有吼的，但它有不吼的，我学了一段秦腔，现代戏鸿鹄赤卫队中的一段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词，但是它是用秦腔，秦腔有鸿鹄赤卫队，这出戏。好，一段秦腔，鸿鹄赤卫队，秋风吹啊，这是鸿鹄赤卫队的一首主要的一首啊，献给各位，一听词就特别熟啊。哎，不好意思，各位稍等，我们家门口有人敲门铃，来人，稍等一下下。哎，范，今天你唱了什么歌啊？我错过了。范，你可以打开话筒，正好李老师在、那个、啊。范同学，范老师，你今天唱什么歌？我在这等着呢，我等着呢。谁现在的背景音乐在响？是那个。没事，李老师，李老师去开门去了。我说你今天唱了什么歌？哦，我唱的是韩红的《千年之约》，还有就是我们老师教的《叫你如何不想他》。哇，那是高难度啊！那个韩红的歌好难唱。对，我们老师净教的这种古典的高难度的，对，但是特别的好。好，你看我们补了一个空缺，李老师来了。啊。唱好，非常要唱秦腔，要有这高兴了。对，有这种就是随时见缝是吧？不能让它空档是吧？哈，所以说有你们在就特别。田老师是万能型的。好，一首《鸿鹄赤卫队》啊，秦腔献给各位。哇，yeah.
很专业哈、啊，对，八个字，唱秦腔都这么专业呀、啊？对，字正腔圆，不是，对，而且调子非常的准，就是秦腔的味道非常的浓，嗯、浓吗？哦、浓，非常的浓。讲那个，因为本身呢，这个地方戏啊，它就是一个咬字吐音，这个吐咬字，这个每个它的方言那个字不一样，就像这个秦腔的唱饿。我就是有一些东西就是得模仿，但是不一定完全模仿的到位，不一定完全听得出来有些音，所以只能尽我的努力吧，我觉得是。真的是专业的，唱什么像什么。那没有，也没有。声情并茂，字正腔圆，厉害，对对对对。谢谢谢谢，刚才听到这个吉祥说伴奏的声音太大了，好像是，嗯，我把伴奏声音。我觉得大，因为秦腔好像就是那样子，他那个声音就比较重，你知道吧？就跟陕西人说话嗓门大也是样子的，对对对，我说话嗓门大，就是他们好像都是这种，就北方人就是那种比较大嗓门、比较悍的那种，对对对哎，对对，是是，所以可能唱完了就可以去吃拉面了，可以去吃山西拉面，你不唱这个怎么怎么？我离你太远了，我自己我都会做，您都会做，有机会我们去找，我说我做给叶子老叶子老师吃，五二一结束，哎。小兰，王小兰大姐到了，哎，嘿嘿嘿，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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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来打开您的声音，您的声音打开，对了，然后我们现在是自由演唱时间啊，
哪位？哎，吃饭听歌，你是不是老顽童啊？我觉得你是老顽童是吗？吃饭听歌，已经好久都不见你露面了。李老师，我来唱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哎，好听，好听，好听。好的，嗯，来，我们请王小兰老师做好准备啊。好的。道不尽红尘是和烈，数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红花当然配绿叶，这一辈子谁来陪？渺渺茫茫白又灰，往日情景的浮现，藕虽断了丝还连。轻轻看世界是多变迁，爱江山更爱美人，那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浑身是胆，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那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道不尽红尘是和烈，数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红花当然配绿叶，这一辈子谁来陪？渺渺茫茫来又回，往日情景再浮现，藕虽断了丝还连。轻轻看世界是多变迁，爱江山更爱美人，那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浑身是胆，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那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趁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那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 Happy every day。
什么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上哈。对，没错，心态是最重要的，真的是，我觉得是。哎，太好听了啊，又好听，谢谢这个歌又好哈。嗯，对，愁情凡事别放心头，是没错，没错，是的，是的。嗯，怎么样？王小兰大姐，您准备好了吗？哎，您可以打开您的声音了。啊，我就。好的。您准备为大家唱一段什么呢？王小兰老师手语可厉害了，一大唱歌。小兰老师，我等你呢。他那边好像经常是网络不太好，我觉得是。哦。啊，来了。听不见。啊？没卡，您那儿的卡网络，可能网速低，声音很卡。怎么会听不见呢？声音很听不见吗？断断续续的，听不清楚。我这边网络不好。昨天我们上课的时候也是看了好几次。对对对，是，是网络的事情，我觉得是。刚才都掉线了，那重来吧。来，再来了。可以吗？你看范老师都听饿了，在边吃边听，都听饿了。我吃点水果哈，我吃点水果。我成天忙了都想不起来，刚才渴了，我心想赶紧吃，桃子快放坏了。这还是听不到吧？不好意思啊，吃东西对大家不尊重。没有，把视频关掉的。这有胃口，有胃口，这里有胃口。哎，小兰老师卡呀、哎！小兰老师好卡呀！我这个效果不好。不行，应该好卡好卡，对，是非常卡。刚才说吃饭，对呀、啊，那就算了吧。不是老顽童，是我老乡。我哪个老乡啊？露个脸瞅瞅。南飞燕大姐您在吗？这会儿有空吗？要不要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唱一首歌啊？吃饭听歌啊，我们这位老乡，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久没有唱了，要不要唱呀？还在刷牙？您那几点啊？这会儿才刷牙。哎，老爷子，你再来一个。我爸爸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在中央那个广播电台灌唱片。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他唱那个《刘三姐》里面那个秀才，那个爸爸来两句了。那是很多年以前，我还是小孩的时候，你代表歌舞团在中央广播电台灌那个唱片，来哼两句，哼两句，对唱啊，是不是？唱两句。您可以跟叶子老师两个人对唱，没，他这个是我可以对唱，来对唱，我给你操作，搞成一个屏幕。没有，唱什么？唱吃饭听歌，这位女士挺好玩的。我把我的牙刷完，我那么哦，这是那个啊，丽华。啊、我甚至一到周末全乱套了，早上不起来，中午丽华，我让他唱出来就不睡了。丽华，好高兴见到你哦。是丽华。对对对，你那个头像，你那个头像就是是那个蓝蓝的花。见到大家。对，老爷子别那么认真了，就哼两句，因为大家时间都挺宝贵的。我先把牙刷完，关了镜头，把牙刷完。你搞好人一生，不要把牙刷完呀。好，来祝大家好人一生平安的。好的，好人一生平安，大家都平安，每天都平安。大家都平安啊！因为我现在嗓子不怎么好。所以我自己在这个整理整理，所以请大家原谅我嗓子不好，
反正感情是有一点啊，已经很好了。你想，你的声音那么洪亮的。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还在身边，也曾心意沉沉，相逢是苦是甜，如今举杯祝愿好人一生平安，谁能与我同醉，相知年年岁岁，咫尺天涯皆有缘，此情温暖人间。好，念大家好人一生平安，谢谢爸爸。好，唱得好，爸爸唱得好，祝爸爸永远身体健康，歌喉嘹亮。非常棒，哎，真的是歌喉。哎，我也要为叶老师的爸爸鼓掌哈。不好意思，我刚刚，哎呀，今天有点忙啊，今天的生意好，生意好。对对对，不是我儿子吧？因为我女儿她又要上班，我儿子现在开车去接她姐姐去了。那我一个人在家里忙上忙下，我老公呢就在那里，不是我家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嘛，就是他就在外面去，我就也是因为有顾客要来要接待。还有一些顾客呢，现在要哪间房子，我要去安排，所以我刚才一直就离开了。我的很多，哎，叶子老师也来了哈，我还没听到你们唱歌了。我们唱好多了。叶先生唱了，唱的挺好的。非常好，鼓掌哈。谢谢。请问那个你，任尚燕，你的微信名任尚燕，你的名字是英文名字叫哲理，对不对啊？哲理，对对对，哲理。Z D E L I， 哲理。本名是徐哲理。我怕我叫错了，没关系，网名吧，别人都叫我网名南飞燕。好的，谢谢南飞燕老师，我就给你唱几句。雁南飞，雁南飞，夜叫声声惊一醉，不等今日去，一盼春来归。祝南飞燕老师永远漂亮。我们叶老师的歌真的唱得好，我最近嗓子没有没有，你是我们那个中心的一个非常。我为什么叫南飞燕呢？因为我是湖南的，我是现在在蒙特利尔是北面嘛，对不对？我呢小时候就是一只快乐的小燕子，所以呢我一直就是爱笑，就是。我很少哭哈，实话讲，所以呢就是整体来说我就是一只快乐小飞燕，但是现在是老飞燕了，回不去了。就是今天我跟国内的那个，本来我也想唱那首，有一首以前我喜欢唱，有一个那个崔金浩唱的那父亲嘛。那是我小时候餐桌在父亲肩头，对吧？父亲是那拉车的牛，父亲是那给我忘了吃啊。我就那个时候，我每次回去，因为我爸爸去世的，就是我要出国的前一年去世的，那也是对我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他是突然走的，所以我那个时候特别伤心。我妈妈呢还好，她活到88岁，因为我父亲本来应该活到80几岁的，但是她只活了77岁，所以本来我还说下个星期我再回来，我爸爸他喜欢吃那个，你知道我们湖南有那个水鱼嘛，我那个时候就想去，每一年1伏2伏我都会给他买那个，就是角鱼嘛，就是不是乌龟哈，是角鱼，但是我们湖南那个是缺了用肺的那个东西，所以呢我就说下个星期我还回来，没想到就是我是星期天的晚上回到我自己住的地方，带着我，然后
星期一我爸爸其实下午三点钟还打了麻将，但是我妹夫他们，我妹夫在一个研究所工作，离我家里不近，他们三点半钟上班，等于中午休息三个小时，他们还打了一桌麻将。我爸爸就是五点钟左右去上厕所，就是像那个胡摇板一样的上厕所，半个小时没出来，我妈妈就叫我妹妹去看，但是我妹妹犯暑假，一看他就倒在那个厕所旁边，倒在那个，马上就把他送到那个医院里面抢救，抢救三四七分钟就说不行，就是他已经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所以我妈妈去世吧我还能够接受，我爸爸去世的时候真的是很伤心很伤心，也是像这样的，七月，他是七月十七号去的，所以实际上也是离开我们也有，你看看很快三十多年了，真的三十年了快。所以我今天真的我是没准备好，我本来就是今天还跟我妹妹他们在联系说父亲节啊，就是也是我爸爸一百岁的时候，我姐姐他们都给他去祭拜了，就是因为我爸爸他喜欢他们老家嘛，他老家也是在长沙县，就把他埋到老家了，老家那个山上还是挺好的，但是还可以买一块地，现在可不行了，那个地方不能买地了，现在他们属于那种开发区了，所以但是我们那个我妈妈和我爸爸的墓呢还在那个乡下的那块地，实际上他们现在已经都改建了，但是那个山还在那里，所以呢我就觉得我爸爸吧和我妈妈都保佑我们，我们家里六姐妹现在都是很健康的，我姐姐大姐姐是比我大十岁嘛，她已经今年快那个她七十五岁了，七十六了，所以我的大妹妹呢在广州，她是做会计的也退休了，还有一个妹妹呢现在在她儿子那里在新加坡，因为她那个儿子是那个马云那个公司驻新加坡的代表嘛，然后我小妹妹呢是在北京教数学的，所以我还有一个妹妹呢也是在长沙，所以我妈妈走的时候有四个女儿在她身边守着她，所以我也觉得还是挺有福气的哈，就是说我们家是六朵金花哈，给你们讲一下六个女儿，真的对，但是就是我爸爸妈妈教育我们还是要求挺严格的，我们小时候是五点钟要五点半起来要背书对，那我呢，我姐姐比我大大应该是差不多是八岁还是几岁，就是她呢就她很早就在三机部的一个研究所工作，在四川江油，那我呢就是在家里就为老大，所以我家里的妹妹对我是特别好，我所有的衣服啊，所有的衣服全部从上到下都是我妹妹帮我买的，包括我走旗袍秀的旗袍啊，我跳舞的穿的裙子啊，包括我学跳舞的时候要那些黑的那些跳舞的服装啊，今天我跟我妹妹她又从北京回来了嘛，她说又给我买了什么，我说我现在不穿了旗袍，我说我好多，我说现在没办法搞活动不出去了，所以以后吧有机会，以后叶子老师我们以后有机会带你们渥太华去哈，我们去过你们那个渥太华演出那个合唱去过好多次，那已经有一个乔万军嘛，就是美国的那个指挥，我们合唱团他是我们合唱团的总指挥，我们去后来渥太华演出过三次，对，了不起了不起，有一年我妹妹还来了也跟我们一起看了乔指挥了，所以我们还到美国的那个波士顿去演出，我最近嗓子不好唱不了歌不知道为什么，对，我特别喜欢叶子老师哈，真的你是我学习的榜样，真的没有真的叶子老师给我们带来欢乐，老父亲这么好，太特别好，妈妈又能妈妈也是真的，你的能够上舞吧，你的才干都是来自于你的父母，下面我们听听那个要么范老师要么那个李岩老师或者是赵晨老师在唱，就代表唱代表我们各位，我们还有一位刚才说了是许大姐您转给金刚老师的那个周宝宝的一个诗朗诵，对对对 OK，那么我们现在麻烦金刚老师再给我们放一下我们八岁的小美丽的小女孩啊，周宝宝，上星期已经有放是吧哈，这星期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诗朗诵，好，有请管老师为我们播放，辛苦，谢谢，好的，马上就放，金刚老师好，叶子老师好，今年八岁了，今天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歌，春天在哪儿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盼望着，盼望着，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春天在哪儿呢？夏河里的冰融快了，可是哗啦啦的流着，高兴地说，春天在这里，春天在这里，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春天在哪儿呢？谁料换上嫩绿的春装，梳在柔软的长发，在微风中轻轻飘荡，愉快地说，春天在这里，春天在这里，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春天在哪儿呢？美丽的桃花红着脸，抿着小嘴说，春天在这里，春天在这里，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春天在哪儿呢？真的还是不错哈，嗯，可爱的小天使，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天使啊。嗯，好的，那么随着我们的小姑娘啊，小天使这个诗朗诵的完成，我们今天的戏曲沙龙时间也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也再次呢，祝我们在座各位的父亲啊，还有我们群里我们全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健康长寿，祝我们的叶老先生啊，您永远健康。谢谢，哎，是我们不仅是叶子老师，您女儿的希望，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盼，希望能够经常啊，都在我们的欢乐唱里头看到您的身影，听到您的歌声。啊，好的，那么我们祝我们叶伯伯哈，身体健康，永远唱歌，开开心心。对对对，真的。对，祝愿叶老先生身体健康。你看，有这么优秀的女儿，还有一个能够作诗词、写书法的那么优美优雅的太太哈，那真的也是叶老师的福气。真的，叶老师，你的父母真的很优秀哈，所以呢，谢谢，就是夫妇无权女，真的。好，是吧？祝大家天天快乐。天天快乐，开心就好。谢谢，真的，就是人就是开心，开心快乐每一天嘛，所以就长寿。我也希望将来我能够活到90岁。谢谢。最后讲一句，你看我爸爸是音乐老师，你看了吧，91岁，这就证明这不需要再讲了，唱歌能够长寿。对，唱歌，对，一辈子都唱歌，这不是很明显的嘛？这就一个活 example， 好的，祝大家，谢谢，周末愉快，星期见哈。主席在是不是？主席你在是不是？哎，我还谢谢严老师，谢谢叶子老师，谢谢方老师，
还谢谢我们艾玛，还谢谢很多很多参加的哈，因为今天不好意思我出去了，我有一些特需的原因要出去，所以呢还有一些生意要照顾。黑燕大姐，你忙你的，生意要紧啊，没来得及照顾，没来得及聆听你们优美的歌声。但是我会回看，我会听你们唱。我有时候在那里折折传单的时候，折毛巾的叠毛巾的时候，在下面我就把那电脑开着，我就听你们唱歌。就是它不是可以重放吗？那个 YouTube 上面，对对对，我店下面有电脑，楼上也有电脑，但是下面我就是有一个工作室嘛，洗那个，因为我的传单啊、被子、毛巾都是我自己洗，那就是在那里叠被子的时候，我就可以听歌，对，挺好的。范老师，你是我的榜样啊，你真的，你唱歌字正腔圆，而且那口型特别好，我要向你学习。啊，我在。